好，我们来看 CT9A 在这边，它这个是月份，它要我们月减21224，然后 A 月，所以这个答案会变成 2A，然后 S 月224236，所以它会变成 2R3T，然后这个 BB 月 AA 月33943132，所以它会变成 3B²4A。然后12月 XX 月三剩下1减100Y，然后 CC 月 D²D4 月224326，所以它会变成2D²3C，然后42843132RR 月 SS 月，所以它剩下3RS/2T。然后接着这一边，我的 x²x³yyz 剩二，所以它剩下 z²/xy 22，对，OK，21222432，OK，所以它会变成2n²p/q，然后1774728。x²x 没有，y 没有，z 没有，上面正没有东西是写成 e，然后下面剩下 4x，然后这一题呢，我会做的事情是减4括弧 b 减 a，和6括弧 b 减 a，所以我的 b 减 a 约236，所以它答案会变成减2/3，OK，好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第十题呢，我 y 减 x 然后 x 减 y，所以我把这一个抽减出来，所以我这边它就会有变成了那个，OK，这边我就会变成10a³y 减 x 的 square 和减 a y 减 x，OK。在这两题呢，它都是这样啊，就是说我的 a 减 b 整个会变成减 b 减 a，然后我的这一个什么 y 减 x 减 y，x 减 y 会是等于减 y 减 x 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再来约减 a 2约520355。所以它下面会变成减2a² 括弧 y 减 x，你要小心的一样东西就是你的减可以写外面，你的减可以写上面，你的减不可以写在分母的部分，你的减写在分母的部分它就是错了的。在 SPM 的时候呢，你的答案你写二减二分三对，然后你写减二分三也是对。你写二本减三的时候，这个是最终答案的话，不可以。步骤可以，最终答案你这样写就是错的。OK，好，像我在这边，我步骤分母有减，不用减。可是我到了最终的答案的时候，我的减一定要放在外面。A 减 B，B 减 A，B 减 C，C 减 B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变成减括弧 B 减 A，再减 E 括弧 C 减 B。OK，我在上面的 a 减 b 变成减括弧 b 减 a，b 减 c 我变成减 e 括弧 c 减 b，OK，然后我这边有 b 减 a，c 减 b，这边越减 e 乘减 e，所以它答案会是等于 e。